孩子很喜欢画画，我就给他买了这个当下流行的元宇宙描摹本，里面都是孩子特别喜欢的监控人系列，每天都要拿着勾画几页，手都稳了很多，写作也越来越好看了。不知不觉中锻炼了他的耐心和专注力，还培养了画画兴趣，比在家看电视玩手机好多了。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一套吧。